有吗？送我灯具。有吗？怎么了？我找到一个这个。哦，就是沾着血的一个罗盘。等一下，跟上面对起来，你看。你看它上面肯定是对出来的是那个这个东西，然后咱们到那边去找，是不是？对，但不一样啊！你看这是三个，那你看没有一个跟它对得上。等等，我借我一下，我们得找出北对的是哪一边。北对的是哪边？紫，紫鼠，这是紫鼠。对，紫是鼠，紫是鼠。卯兔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这是对的。大小罗盘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八卦图。宇哲真的太厉害了。两个罗盘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，这个啊，我觉得只有他能够想得出的。然后再来是三，你记得住刚刚一二三四的顺序吗？我记得。OK， 我去试一下。